肾分离胎，记忆潜能太过温柔，既创造天地老其中的万物。观看神所创的一切，真见是奇妙。神所创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彰显出一个伟大、弥善、老潜能。神创造各式各样的植物，老各式各样的动物。他用天上的泥土造人，将其搬到天空之外，赐本其生命，也是人类的第一个男人，名喊做亚当。撒下来神赐下亚当的一条肋骨，用来做亚当的伴娘，其就是夏娃。起初神造人，留自家的一条体质本人，故说他就做了像素老神亲密的美好关系。神又为他就准备一个当场的宴呢，喊做倚天宴，他就幸福快乐的老神带强下，给予无痛苦无希望。神老亚当讲：“你做的食盐的地方，所有当中所有的水果，只有一种你做唔得食，系讲食咧，你就会死。唔过有一年，撒旦引诱夏娃，见人家自家食嚟嘅水果，咩不结落共食，佢哋宁可相信撒旦，唔相信神。就在这一刻，佢哋老神嘅关系破裂咧，因为神系圣洁嘅，罪人做唔得发到佢嘅面前。”故作神将亚当留哈娃叫做倚天宴，因为不顺服神，记得许多动态的羞耻。结果亚当哈娃留记得的子子孙孙，每都要经历痛苦老死亡。不过神两面人，还是层层爱的人类，他为神人准备一条套路，和本人做的恢复老其亲密美好的关系，还加老其永远带强下。上帝在圣经里边已经向人启示，记住是上帝没照定人应该受的刑罚处罚人，下一本自家的独生子替人受刑罚。神将要计划的一部分启示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辛苦行下尊敬神，神应许爱师傅本亚伯拉罕老从其以来的万国之民。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将将海边的个沙的天当中的神的暗道。亚伯拉罕相信神，因为信神就算其做女人，还要将其当作自家的朋友。有一年，神来试验亚伯拉罕，看他是否真正相信神，行他听神的话，叫亚伯拉罕将他的献上为祭。亚伯拉罕第一神是因他爱家庭业的来的，赐本他当作子孙，不过他还是坚定相信，行他顺服神。故说他准备杀了一个来的做祭物献本神。亚伯拉罕徛喺度诶，唔过神讲：亚伯拉罕，莫伤害一个圣人呢。一下挨地啊，你系坚定挨嘅，行家愿意顺服挨。撒下来，亚伯拉罕看到四处虫嘅地方有一只公羊，故说亚伯拉罕就持嗰只神所准备嘅公羊，推提自己拉嘢，献祭本神。神准备一只公羊做祭物，推替亚伯拉罕的来的属实，就会显明其对人类的爱。伊的爱就将阿爸爱来的强羊。家庭一件事情，神显明其的计划，爱准备一个祭物推替人类来事。当久以前，神启示先知记得，叫派一个独生子为亚当的后代来世，
行下厨艺记得个吹锅老羞耻，家庭给未来的牺牲，叫为记得新几个人开路，本记得做得老神佛好，行下运验老神带强下。先帝记得陈一位是泥水牙，记得讲神将施下泥水牙来拯救世人，行下封神的命来运验施礼记得。台语讲念嘅几啊百年前，先帝记得就讲到泥水牙将会做嘅事情，行家将发生台其神行嘅事情。太尉王讲，神将对泥水牙显成你系爱嘅大爷。先帝记得用神嘅大爷一个称呼去描述泥水牙老神嘅亲密关系，行家叫做救世主老君王嘅角色。先帝二岁阿公必有同五有神君子，你若成一个圣人的名字喊做以马内利，意思是神老爱你穷下。先帝记得没下讲二岁阿会在百里行出世，他会期待第一今日亚鲁撒人做记得的王，记得没下讲他第一个朋友就会遇到三十两年来出卖他。先帝记得说泥水牙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过神爱本他对死地会复发。先帝记得说泥水牙会用人的样式加点原材以来，神会本他勤兵运验统治万国万民。两千两年前有一个人来到一个世界，他的名字喊做耶稣。耶稣的一生更符合先帝基督对泥水牙的描述。一部影片爱表明出耶稣是万人，行下记载在圣经里边他所讲老所做的一条事情。影片当中有一位演员扮演耶稣的角色，其实每一个人做的担当也肯工作。不过影片一天来拍，按照人类正做的行家俗世留底下耶稣的一生。铁飞罗太人啊，我对你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不问题，俩事情的真相是安样？从凯撒阿古斯都做罗马皇帝派希律王统治犹太人的时间，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利到拿撒勒去见伊的童女，名叫做玛利亚。玛利亚，唔是强，因为上帝赐恩典俾你，我怀胎中一个来的，我老二的名按到耶稣。阿妈家人，你有咩样呢？一位上座犹太的人物，称作至高上帝的来的，一个强兵无穷无亲。玛利亚出去看伊的亲戚伊丽莎白，亲戚们。伊丽莎白也有神通。伊丽莎白，玛利亚，玛利亚，你是最有福气的妇人家，你所怀的腿也是有福气的。你请我那上一年来的义工，我所怀的腿手欢喜都紧跳，我的心赞美上主的伟大，我的心灵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从今以后，万民要请来做有福的人。大家注意，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下令，全国的百姓隆重地登记户口，到家里的老犹太地方的人，全部转到本乡去登记，转到能出世的地方去办理。
玛利亚手捞起的未婚夫约瑟，转百里行去登记。记得来到百里行，寻到蔬菜好吃，只有寻到一件马料。在百里行的野外，遇到壮阳的人，按不得黑错格位。上帝的天使对佢条显现，上帝的阳光四面照定佢条。金美女，在太美的上内，能够救助主基督已经诞生呢。壮阳家人就赶紧去，看到马槽肚长出些个乌鸦，最先将救助降神的好消息传出去的，就系佢条。一星期后，乌鸦行过两日的多位，就俾佢安名喊耶稣。若是老玛利亚带乌鸦去耶路撒冷，我将佢奉献俾上帝。圣天都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命安到死面，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第七家从过神以前不看到基督。主啊，你喊伊个恩许已经实现，我本人的仆人平安转去了。啊，亲眼看到伊个拯救，伊被万民准备的恩爱，让上帝祝福伊的哦。他就判好一切归天而做的事，就离开耶路撒冷转拿撒勒去。耶稣十二岁的时节，约瑟老玛利亚带耶稣降下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就转去的时节，落到耶稣做同行的人群中间。其实耶稣没同他降下，他就倒转去前去。第三日，张朝圣殿都潜到去，坐在街道高石的中间。哈哈，又系万人嘅礼，让我安聪明。今天俺来嘅，俺哋潜到位时，抢人两句。唐多吉讲话人全部迁徙去。秦哥，你用办安用对待来电咯？要把老爱大笔钱收到位时。你都这么亲啊，你都不听啊，应当关心啊爸爸的事情啊。耶稣的身材近来近个体，智慧也天天见增加，上帝老人也越来越相信。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希律做加利利的王，阿拿老盖亚法做太祭司。十岁约翰在旷野，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行遍约旦河一带地区，含以悔改两世里。一切唔定嘅罪恶，接受洗礼，上帝就会赦免唔嘅罪。求全神的以赛亚的书所记载的讲，旷野的地背有人喊讲，爱准备何时主的路，修出其所爱行的世路，一切善恶隆重为填满，
太西山头全部爱学带弯弯的西路爱修本几次高台的套路爱长本几片全人类就会看到上帝的救恩阿德尔多玛该亚德尔屠杀阿德尔多玛该像老外人说老外人说阿德尔行那条路无论万人有两两三就爱那一两本本给无经验给到有十个经验穷用我安用行金生爱豆你帅无言爱做什么贵天的帅以外莫加书我们要用板我做什么呢莫用炮力来欺负骗人也莫靠骗人的油我也满足五所两个老外人说你是基督爱是用水行洗礼有一个人能力比爱加钱太给我来爱就会推给托海亚摩之格要用圣灵老火为你的行洗礼第四个拿点背地会将麦川用枪就马的树叶藏过圣灵像一个一样放在耶稣的身上对天堂由上音传下的讲你爱所写的来的我的心所欢喜的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间太约三十岁耶稣本上帝的灵充满对约旦河转来圣灵带他到旷野坐在被牺牲日输魔鬼的试探在这日的当中他骂的也无色魔鬼假作啥老几讲？你那是上帝的来的，明年也石头变作宝的嘛？圣经讲，人生存的但枪可是物，系个上帝的话。魔鬼要带他到他的亲国的秘书一目之间将天下万国资本一看那是不拜爱我就将亚一切天兵老用法全部本因为亚一切隆重已经搞不爱我不满意就不满意圣经说我拜主我的上帝只有敬拜主上帝魔鬼要带他到耶路撒冷喊他在升天的目的那是上帝的来就对亚威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上帝会吩咐一个天使保护你有树托着你不应该叫不会冲到石头圣经下说不要试探主你的上帝
耶稣来到拿撒勒去葬他的地方。那好吗？真好。在做礼拜的安息日，以早上日礼拜堂去。有人请去托先的以赛亚的书。住个林林多啊嘞，因为佮建县啊，传好消息本穷苦呢。佮派啊县哥，本人做个得到释放，某某个人得到光明，数阿子个人得到自由。作为拯救佮个百姓，佮世人的人也多嘞。你都说唐都给压仓金文，金文已经应验了。这金文应验了，就是说你说要真的是看那个英雄的。你都一天上岸的对外讲，医生啊，引起干啊，又讲你在家帮侬所做的事，也应该行出引起家家乡啊。还老都讲，先帝在起家家乡，穷人很无处还阳的。耶稣就会按样献出起家的泥水啊。上帝所派来的救世主，总是抓到犹太人不肯接受他的尼赛亚，他就想将他送下病床。总是耶稣对他的当中太铺行定着，他就去到加利利山的加百农上，除了国家地位，罗马人的势力大威就有，大家人全部希望尼赛亚来救他们脱离炮阵。西门好，西大人好，做得爽给爽吗？做得。我有开买的嘛？刚炒的不会得汤。刚不会得汤。有一摆有两个人去升天地拜祈祷，一个是水无言，一个是众高两修。给众高两修我等头起等祈祷讲：当地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们从平阳两行贪污不义老淫乱的事，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从给着水无言。我到礼拜金吃两摆，奉献数年十分之一。总爱给水务员远远气得连头那也不敢跳跳猛跳。弟子又催心观讲，上帝啊，可怜爱爱去催人。这两个人转些时间，上帝要从水务员做女人，总搞两袖反转上门。因为上帝要将此个人赶走毙命，七个看别人，他要过生计。江上的事都随怎么说才行？然后老娘同盘表面还一打我。哦，先生，来到贵亚山忙打拼，莫打扮你。
起人家娘讲，我就来去外面。大哥，要喊。南哥，约翰，你两个在仓库内看书，加加。老板嘞，老板。像你看爱抓，还是个太水人，不是讲，从今以后没得多年。唐阿个话，流行唐阿个话，就没得多上面，我才双足还骑没多时间来骑机。我才给韩群的时间来求他，下午的人我离开下午的路，放出的人我回心转意，转向双主，求得到这个灵脉，归向上帝和神书这个上面，你得我欢欢喜喜出门，平平安安向前行。出来呢，你出来呢，你看，耶稣，拜托你救我唯一的妈耶。先生，可怜伊，伊只有心医生，就要死嘞！求你，同爱来伊。耶稣，同爱讲。耶稣。也莫死脱嘞，不是罗通先生嘞。只有心，也莫就会得到救恩。不是叫，即便摩西还衰得天天。谁阿妹啊？红起来！拿到东西本地说，我老人都讲，莫老人讲起也是。你也是以后，你看到一个帅物业，命按到李威，错在帅官输帅。
耶稣上山去祈祷，归亚错各位向上帝祈祷。天光的时节，他对福山当中献出生命的喊祈祷做使徒。西门，耶稣又同意安命彼得。老家老太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勒菲耶拉耶雅各，本人喊做极震动的西门。还有雅各的那个犹太，然后来出卖耶稣的加两人犹太，穷苦人有福气耶！你都会上帝国的百姓，妒忌的有福气，你都会有好事报；爱上人有福气，你都会有太欢喜。未成年子，你都不能乞切，同时不能侮辱，看到做坏人，你都去有福气耶！多给你，你都会欢喜快乐。在天堂有为你都准备丰富的奖赏，基督的祖先也还按你对待先帝。17、18、19、20，也还说有个钱。你讲说有个钱还不好意思。全世界有钱的人差没？你都已经享受过安乐。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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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去参拜，记得我祖先对家先帝也是讲同样的话。中讲爱听阿个话，想个事体，何况太狠的个的，祝福祖祖唔得个，为无用的个祈祷。有人打鸦片嘴个，给片嘴个也不用记得。有人拿五个外衫，连内衫也要送本记。对你有所求的，求我本记。那和有人拿走五个东西，莫去将给拿多赚了。爱你娘班对你，求我娘班宽待你。唔得，我下个头想唔得个人，有嘛该好本人感激啊？连坏人没下个头下几多个人，好宽待个头好宽待唔得个人，有嘛该好本人感激？坏人没按你做啊？你要做的咩去？让做得老易讲法，唔得减少。
看好，我想到数贴，好好款待记得，价钱莫打算输转来，俺娘的就会得到奖赏，尊敬是祖国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也好款待某人欢迎欢迎，我有慈悲，像五道的天父按慈悲。耶稣啊，叫我听。莫论断人，上帝就没审判。莫听人的吹，上帝也没听人吹。赦免人，上帝就赦免。主啊，带领我的行业道路。拿本人，上帝就拿本。用那个两本人，上帝不用穷养两本。某某个人做你的带路，那还让你两三个跌落佛肚去。娘白看到弟兄母族都会错色呗，总会看不到其他母族都会太凉呢。先生，将至高爱等。主啊，我都需要你。用你不你身边的人，是再见有福气。唐宋帝的话就准行的人，行开有福气哟、哦。我想要认识这个人。我想要跟他救世主，你说要吗？亚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同其穷下吃饭，耶稣就去家屋下同其穷下吃饭。再来三块，听我背，看到冇？再来。也着新人，马家都教会到。伊来俩做麦鸡，哎，唔得。你这俩做麦鸡。那尊敬的先帝，他应该伫名记个很样板的婚姻家。应当爱伫伊迄个有趣个人。爱伫个是哪种人？西门，爱讲故事本堂。有两个人欠穷个债主个钱，一个欠伊五百张元钱，一个欠伊五十张，没办法还完个，债主就赦免几条债。哪个要靠爱个呢？还像应当还得到还多三面的人，唔讲清楚，唔看一户人家，俺入不来人家个屋下，唔摸拿水帮俺洗脚，总系鸡用木子洗俺脚，又用家头那么出糟，莫用金嘴来发娘哎，总系俺一入来给出一次金俺个脚，人家莫用油来过俺个头呢，总系鸡用香油来过俺个脚。我老公，他现在安置的爱证明他亲多的才得到赦免，得到较少赦免的，现出来爱就较切。唔所有的才得到赦免呢？你的心情激动，安心转去。爱，爱。耶稣行遍上师老乡村，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十二个学生也听进去，那个还要到因为邪灵附身本期以后的富人家，麦太拉的玛利亚，从希律的官堂做官的苦杀的姑娘约阿拿，还有苏珊娜。
总系罗马所派统治加利利神的希律王，其中行舍利的约翰棺材感肉度，因为约翰只脾气土，加露台心求做不让。杨板，我就经过那医生的门口，看到一群丧葬的人群，是那个寡妇的担担子，但是看到个寡妇就非常怜悯佮，伊肯定赶出来讲，后生人放起来。个新人就真劲放起来，耶稣就将佢交还佢阿妹。门记，你系约翰所讲嘅恶类嘅么？也系我哋行内店骗人啊！先生，先生，事实约翰派我哋来问，你就系约翰所讲叫佢来嘅，又系我哋行开定骗人。老约翰讲所看所谈嘅，默默嘅看到白脚嘅行路，摸你父眼你亲有福气。爸爸，那眼去了。错眼剪条蛋，有看到冇？我看到嘞。有一个人出去喂种。几位时间一到中落在路上行，表外比来将几多石头，一到落在上天多，总之包外后就枯燥掉，因为没水分。一到落在那里地板，那里天天太起来，将羊去洗。一到种子落在河南地板，种子包外太起来。戒指几百匹，先生，在人权的当中，你用万二用比喻，上帝国的比喻对你来讲是清清楚的，那是对亚洲人却用比喻，那么记得去看不是，谈也谈不赢你。亚比喻的意思是安呢？种子是上帝的枕头，鲁迅的种子是人一躺的枕头，魔鬼却来将佮心中的枕头抢走，本根无法突破，因为心来得救。撒天都的种子是人一躺的枕头，即使老已结束，总爱当根磨成，几多信心耐唔够，一下拄到考验，求起唔下。那里地包的种子是自己躺到枕头，总是生发的草心前垂了向了右发，将枕头吸得无法吐给小的果子。后来地包的种子是你躺了枕头以后，用两三老神圣的心来播束，耐心等到给结出果子。没人点灯，用到钱灯，也是冰在面床下。那张灯冰在灯台上，本日来人有光好看。满灯人的事最后为本人传出来，空灯的事最后也为本人演出来公开。所以你都要舍你娘半堂，因为个有个而本给行得多。总要跟某个年纪老多有个意思嘞，也要将其抢走。先生。人民老人老太其实老辈，伊就想建议，唐上帝脱离就是行的人就阿妹老兄弟。
有一日耶稣老和尚上了山，他同他们讲人家来去扶几片，他们就出发。船行的时节，耶稣衰退了。心情来去，他就过了家里的湖，去到对面的吉拉山梯去。耶稣，自古上帝的来，你让我来关心你，我求你，莫欺负我。我乜嘅名？大君，主拜托你，莫叫我到你莫大行。祝我等你该带有祝群该地宝。一批族群离开，离开阿威，行法师哥，阿威，离开两个地方，阿威，离开阿威。无论去哪位，我都听得你，本啊，听你去。转去我下，老人讲上帝为你做嘅。耶稣老和尚诶，点点诶去命运到百岁太太上师。中年一点就停得起，日头落山的时间，必得讲。先生，
请喊大家离开。我本记得去附近的村庄也是给到农家，尽是老黑的蔬菜，因为也比挺便宜。你都拿东西本记得吃。总是我都只有五只饼，两枚五。感谢主，我都的上帝，一切的太君王，赐给我都天上的食物。韩太睡觉了。哟，你困没？一般人讲我是慢人，有的讲你是十岁的约翰，也有的讲你就是伊利亚，有的讲你是古时代先帝中的一个，也还翻上过来。唔得呢，唔得讲我是慢人。上帝所派的救世主。莫对别人讲戏，人子一定要受千多苦，不人稀缺，给我不人杀害，总会在第三年给我复发。爱提人去欣赏，总系总爱先转于同福开人之别。寒冬来了，冬天又紧看后半年，无资格做上帝国的人。想爱提爱人，却变提乞家。当你看乞家是自家来提爱，爱救乞家生命的，反则为丧命；为爱丧失生命的，反则为得到生命。你那还传到全世界，总是丧失乞丐生命，有嘛个路用呢？因为爱老爱的高兴，感觉减少一年。爱再来世界，也要看你做减少一年。这是爱满有上帝老天使的勇敢。才亚伟人，有的我在死以前看到上帝的主权实现。后来，耶稣带约翰、雅各、老彼得去山上祈祷。
耶稣祈祷的时节，他的面貌改变，他的神魄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出现同他讲话，就是摩西老以利亚，他两人也跪身效仿。你爱遵循上帝的旨意，我是在耶路撒冷。给两人爱离开的时节，彼得对耶稣讲：“先生，我得在亚比千河，我得来搭三间寮的，一间本摩西，一间本以利亚。”忽然有声对远渡传出来讲：“亚希亚的那耶，是我所见现的，唔得爱躺穷极。”上脚也该下人走，总会记得我看法。亚斯托人用办法按摩心情，我喊我差人到亚宾园来急救，期待就够了。就像约翰教弟的学生一样，你都安尼祈祷，我都在天堂阿爸，因唔该描述尊崇，唔该过降临，唔该自己实现在天上，就像在天堂一样，使我都根本就所需要认识，赦免我都会错，因为我都要赦免所有得罪我都的人，莫不我都遇到天上的考验，叫我都脱离恶魔的束缚。唔到求，求会得到；求会寻到；旁门却未唔到开，以为你咧求的人就得到，寻的人就寻到，旁门的人门却未给打开来。哈哈哈！唔到当中做阿爸嘅奶也托硬的事。有买你拿啥本钱呢？托给了三男五公存本钱，你都虽然没喊地拿好东西本钱加资，
俺用到拆天堂阿爸，敢要喊卡爱将森林书本求几个人吗？俺老人都讲，莫为操神法所需要食物，也系身体所做神父的操心，因为生命比食物噶贵重千多，身体也比神父噶亲要紧。你都看几多有啊？几多莫种莫熟莫谷仓也莫仓库，上帝还能学几多？你都比雕的噶重要千多。有买人能加出油色哦，是家给你的呢。连安息事也做唔到，你都娘还操心派来事呢？你都看把哈发娘办讲起了，记得莫种也莫着。总归所罗门去荣华富贵时，打扮也莫也发安讲，也错。天哥，你要变火烧，上帝已经把你喊为个大班，他敢不是三副本的哦？嗯，对我信心太小了。爸，听我的信心。你都哪有锤子安泰的信心？秋山黑，对丫头上书讲，连头并肩绑起来，去总裁会度，他也会躺唔掉的。海人犯错的事很难免的，总会使给发生的人犯的。他本人用泰摩沙拖着奖金飞到海都去行卡好，看样子可以任何一个罪色的人犯错。上帝的国强嘛个呢？可比芥菜籽，有人将给拿来种菜菜园多，芥菜抬起来上着一头树，连飞鸟也在家鸡蛋我捉到。俺唔知佮多大讲物个，恁娘办做得同俩条水污染，老太烦人穷下食饭咯。用起来人冇需要看医生，有偏个人长需要。俺来没有收女人，还要收几条翠人来飞过。小宝来。像你在老外头讲有关天国的时候嘛，你丫头好上不是讲，阿爸请翻译将家国书本了。外卖人都说有个那些救济穷苦人，外边去家准备唔会懒得前腿，将财宝存在天堂，财宝多个月唔会摸头，因为菜来无法秃头，也无从去做计。你到财宝菜那边，先要菜给你。夫人家，唔该偏离开我哎。有偏爱伊，应该采了两日当中，莫采安心的。大好的人啊，敢讲唔到采安心的，莫偷开错数的牛老弟也肯见我不啉水吗？也为有一个阿伯拿可能后退，基本偏莫困顿有失败研究。敢讲安心的就唔应该解开伊吗？
梁山的先生，那做乜嘅？漳州的神树云神呐、啊？你用称爱梁山嘅？上帝以外无梁山嘅，是条街泥听地，做唔得行奸淫，做唔得吃人，做唔得做假见证害人。那好几年没老人家阿爸。你的见面全部，全世界就已经遵守了。我还欠一样需要做的事，我买两个财产送钱本穷苦人用，却我有财产才天大，然后我才爱。我哋喺城里人呢，钱钱多，有钱人来做上帝国的宝箱，实在真难。有钱人来做上帝国的宝箱，比一条来拖船过一遭审批还困难。万年难得救呢？你没办法的事情，上帝隆重有办法。可是来讲上帝的国，几时会降临呢？上帝国的降临并没有足看得多事。没人能讲，看那财也微，财给微。因为上帝的国在人心内。你来会多来，你都会爱看人之状况，你来多来，总是看不到。你不然一下就对填的鸦片，这都填个鸡片去，银子再领给你也还安样。总会给一天我先数清多苦难，不要试探你细切。天梯摩托车比圣经的一比一瓦斯好，还可容易呢。请到先帝了君王，想要看到看到的总是看不到，想要谈到谈到的总是谈不到。哎，等下做乜嘅呢？圣经的是样板讲，研究的结论是乜嘅？我用全部的心智情感，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理智，爱你的上帝。像林沙枪射起个一样，讲清楚，这晚来做起会得晕神。马云喺外个林沙，唔喺嗰度边呢？但喺开塞。头摆有两人对亚路撒冷下起亚力高，路上堵到一群强盗，抢劫、打劫，打到半丧气。有了几时也行个条路下去，佮看到个人就散开，对那外一片行过去。穷养有的总高家也经过街尾，他上前看一下，也对那一片行过去。总而有的人看强的撒玛利亚人，对个人身边行得过，他看到就里面个人。他上前用油老酒倒在个人的伤口，替他包好，然后扶他上去家里，带他去跟旅馆，在街尾照顾他。第二日，他拿钱问旅馆的主人讲，请照顾他。等我多转来经过亚比斯，我们拿平时全部的收费。一三百人当中，那个是赌到强盗的人给林山呢？用纸币换那几个人？哈哈，你去走完了哈。啊，本身你了亚比没金子给的，上帝国的人就会抢亚中人，无论是蛮人。那没像昔年的一样接受上帝的主权，绝对不能上做上帝的百姓。比从爱接待昔年的，就会接待爱；接待爱的，就会接待才爱来的上帝。你到当中最小的人，就会最大的。发生哪个事情？阿塞的亚叔材料未经过。朱亚叔，
主耶稣，哦，害你的子孙穷可怜哀。要爱运走嘛该？爱爱看得到。唔看，唔给心心以后呢？我看得到诶，我看得到诶，我看得到诶。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节，在路上千多人听见他，记得满意安阳的丈夫得救，也想要地看到上帝国的事情，记得人手开始接受他的救助。也跟人失差的先帝主啊，先生啊，救我啊！在亚利哥有一个税务长名得世界，主啊，救我着，救我着，真米主，主啊，将真光指示我着。微草一看耶稣，举手爬上一条松树，给你就会水位，这个好了世界，我这边很有卡。来不卡，慢点，慢点，你不卡。啥概念？我们认识大叔。This is very good wine. Oh yes. Yes, excellent. 哎哥，哎哎，将财神给一搬，本穷困人。哎，那还是靠马杀个油啊！哎，就配起年来个 CP 啊！娘有爱样的事，虽不言拿钱陪你，我实在不敢相信。你啥？你呀？你呀？今半夜叫俺领到一家庭呢，一个人穷养一下阿爸老汉的子孙呐，年子来还要请吃老人拯救他。唐后。俺到去耶路撒冷，先帝所设下人子的事全部会实现，他会把人交在外国人的手中，他都会纵弄他、侮辱他、喊个屁给后来，又鞭打杀害他。总有一天三年，他会复返。虽然耶稣的给爱微错四几年的罪本人杀害，他还能上耶路撒冷去。千多年因为他的到来，太上反腐，行过去接纳一座基督的君王。个学生个点点呐，我拢讲，佮都拿唔出声，也着石头尾尾掀起来。放屁干嘛？
耶稣行劝耶路撒冷的时节，看到街上就微草几叫。我希望根本因为敌人和平的事，可是你也看不出。你来外头，你个树体外切断个沟通四面围困了，我将困到死死。手面上墙都会白相，唔让个白相，唔会留下一块石头贴在那位一块蛋糕，因为无看出上帝拯救的时机。耶路撒冷地波的升天已经变成做神礼的中心，不像是敬拜的地方。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升天来做祈祷的天，你都反正将佮变都拆掉。嘿，做阿个，等等佮，等等佮。何必变来？何必变来？因为中。准耶稣做王，所以佮条政治老总高粱就越来越反对伊，伊就请强失脱管理中年的权势。我清楚第一就请当年已经接来去做王。做王？哈哈，都在喺做骑士王，也喺太七王。我看过了中年，佮条台上很美满，高台就冇人记得佮。莫讲戆啦，佮条天机嘅人越来越多，佮条亲尊敬佮。因为佮就系王哦。我爱严严警告你，两人那威胁多，我就该破皮，我爱请你算事。可能是上错，然后我就来请家长人。因为耶稣一次攻击警察教士老法利赛人的家伙，所以来听伊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佢哋本月接批嘅人也非常强烈地反对佢。用班暗笑，听家爹，我老豆讲，也穷苦嘅寡妇病落风险上嘅，比其他人较多，因为骗人系风险永存的一部分。仲系佢喺在无拉用嘅当中，将全部嘅生活费奉献出来。我老豆讲。你可莫个欠兵做了，就是骂人不义了欠兵。我先问到一句话：约翰行事里的欠兵是上帝也是人数的。哎，杨班讲，哪讲是上帝书记的？伊不会讲安样？你刘娘唔信约翰？哪讲你书记的忠言就会得死挨着？你们记得相信约翰是上帝。我哋唔知万人书记嘅，我阴老都讲，我可乜嘅做一条事情。后边有一类人可以服葡萄园，将佮做本天龙，然后就出去旅行。数葡萄的时间多来了，佮派一个烹饪师，
对这头天人书记应得的。天人杀将烹饪做了大很给空手转去，给又派烹饪去。记得周勇要做给了大，又误又给很给空手转去。沿着铁三百又派了烹饪去，这头天人还是大上给将给送出院外。葡萄园的主人讲，我用白账户呢，我的裁判我说下来去，刚才记得我准经济。总是天人一看到记了，记得就彼此讲，也和眼珠会来的，除他记加个三年就变做人头的。继续讲啊。记得将给送到院外，仔细记。按照眼珠温用般来对付这头天人呢，给我仔细这头天人将葡萄园主本骗人。圣经也给发嘛个意思，乃水师傅所发出的也得石头，变作天地中最重要的。万一跌出一石头蛋糕，就跌到水水；一石头跌出万人的身上，也会将其跌到绵绵。先生，你所讲所教的亲合亲离，你也不会看人的情面，你总是总是将上帝的脱离。高师中年，请教你，挨到纳粹本罗马皇帝凯撒是违背挨到的法律吗？做生意上狠，哪一根元钱不挨？亚个乡老名号是蛮人的。既然阿娘将凯撒的东西还凯撒。上帝的就要还上帝，还有没有法好讲嘛？五高节又按照一夜节为多位，耶稣派西门彼得老约翰出去，吩咐他去准备一夜节的晚餐。我一直希望在苏南前同到琼阿斯亚一夜节的晚餐。我老人都讲，摩登都要晚餐的意义是现在上帝国，我绝对没再是要晚餐。感谢主，爱得我上帝，以求个主宰。感谢你是葡萄树结子，你得到去太家本等林，我老人都讲，莫等到上帝个个林到，我唔会再林下酒。感谢主，爱得我上帝，以求个主宰，唔输是为本爱得享用。也系我个身体为你得献出来个，唔得我按样行了纪念爱。也比和上帝的信仰，还用来为人都流出了血所杀戮的。你都看，出卖爱的人同爱穷造，人只靠是了照上帝的安排来死，总是出卖几个人惨嘞。不可能，不可能呢，根本不可能。主啊，那你要出卖你？
的当中最大的反正要抢卡色的。左头我应该抢碰人，黑错着卡台，也还副司机卡台呢。一般来讲，干没错着卡台呢。总还爱猜人到中间还服侍人的，爱说磨练的事，你都一直同我穷哈。我把有送爱来过，然后我要爱将要过来通知看书本的。你都才爱过地方同我穷哈是零，要爱错才报错当过，审判以色列的生命几排。阿娘，明年要出卖你咯？西门，西门，我说你，撒旦已经要求死他们的，将当中的人起码啊，将坏马起出来养了起的。我有运气多，本个心情唔会莫太。你多准来管我以后，就会给你应该的提醒。主啊，我今年同你穷下本年关，同你穷下时，我啷讲？今本年过台以前，唔会三百讲唔算哎。头摆我喊唔到莫带钱包出门，你都是欠物嘅么？冇欠物嘅。总归两下有钱包，也系李行台爱带等。莫多话爱买衫去买一件。我啷到讲，圣经有记载讲，佢本人列在炊饭中，所以关系我嘅记载已经应验了。主啊，你阿会有两件多诶？亚秋拉伯，即使撞老金和高士，就隐瞒我撞亚叔。这时，魔鬼就进入加两年犹太的心，佮什么个学生的一个犹太迄间即使撞，我将亚叔买本去掉。亚叔第一次家爱为操四间人的吹，本人当时的时间已经到位，他就出山去加南山祈祷。你到我祈祷上买喊龙米饭，犹太出卖亚叔，抢得到三十张元钱。阿爸，那狠狠强将也苦逼在这，总爱唔会走我个意思，系我神权个旨意。有一个天使对天堂下来，天天来加添加个力量，在去痛苦之中。耶稣很刻薄且祈祷，汗水像太点的血滴淡下来。娘办衰脱去呀，放弃了。我祈祷长辈喊拢米饭，
犹太。唔用尽最来充满爱，系无？主啊，我着做你士多的无？站起来，唔好同住。叹气哟。都带点多位老公来来装啊，看我做墙头黑么？我当年才升天都，你都两百五来装啊。总共你还黑五多时间，黑五暗装天的时间。站起来。林的作阵耶稣将其带去太祭司的官堂，烧那几些犹太人的王。你还浪作个娘炮哦！讲过嘞，这下又要发生么个事？干咩叫艾登太保？真叫我叫艾登。两人系同耶稣穷下街。本人家，我根本唔识佢。我看过佢度穷下。我系你仆人，太王。你按尊敬你，你为个感想？你咪喺佢条当中啊，日记。我真唔系哦。这对唔会差，佢系同耶稣穷下嘅，因为佢阿系家里啲人。唔乱讲啊！你阿嘅人啊，我唔听你讲嘛嘅。耶稣转过身来，注目看彼得。彼得当想起主是对佢讲，根本要给一台一切，唔会三百讲唔深爱。主啊，我祈求你，尊敬神，你能教授你的计算。主啊，我的祖先得罪过你，你还赦免记得。你虽然清俭，你还很模糊没记得。你小记得，主啊，你有啥能记得？也求你也是爱啥能啊？慢人答应，唐坤。贤弟，啥还慢你不答应？好嘞，莫谈多些么？带几斤来？哈！犹太人的长老、祭司长、老金和教士，
全部七十穷下而审问亚叔。老艾条讲，你系唔系救世主？就系老条讲，唔条也冇相信。那些人问到，我们都要问不回答。总是穷尽以后，我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安样嘢？上帝的哪里咯？嗯，讲个清楚。你们还贵呀，所以啊，你们还贵呀，这里给你买一杯钱票，哎，你们说，给你知道的，有罪。大家谈到技术够了，他就将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是罗马总督当中最坏的一个，是下令将千千万万的人当十字架。你到天堂门口，手来两位做乜嘅？我到发现两个人三通八相，其实孙天度自作混乱，阿娘办刑法嘅呢？处得嘅，我实在看唔出两个人犯到乜嘅罪。我就看到佢犯罪，佢喊人唔好纳税本皇帝，佢还讲自家系救世主，系王，系王。你真见系犹太人嘅王？冇唔错。以三通八相对加利利来到了，加利利人，两个人是加利利人。既然安样，送一本希律王处理，他还在耶路撒冷干咩？带一本希律。你说多大黑万人？你记得学生的有黑万人？当多人讲不会行神迹，行几天来看啊，太人。其实从山东给到北乡，按赤城做王，亚个人，黑王，王双太人，打卡从得位。送了一本比拉多，也为黑也关起。两个人
莫做莫该该死的事。我要和人变大计，手变计做。当然过一日节，你做得就你为爱豆变一个人。爱豆爱变，巴拉巴，错，出得两个人。众人继续太上恨，坚持要将耶稣挡在十字架上。因为安样，比拉多就照基督的要求判耶稣死刑。两个持人兵符的凶手把喇叭本基督，将耶稣交本基督去挡十字架。请你饮着的水，饮。听路上人的分人家，不是为爱家，爱为七个老五都治唔掉。连强强的苏伟也本记得安样糟蹋，给他苦遭苏文样办。愿上帝帮助你。还带不归人祈祷。
将你打落去。三面记得阿爸，记得唔得去家做物个？你是救过别人，又唔救自家？救施主，救你自家啊！对四四刚党下来啊！行生才帮阿条看啊！亚述本人当初十四家党一片党一的强盗，就将头牌献敌所一年呢。你阿梁三唔系普通人嘞，三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高叔，我差了。哪个梁三啊？有办法。阿过来，阿得了，娘强嘞。哪个啊？又见娘到了，又娘到了。啊，应该挨得错啊！哈哈，无啦，无点的，还好错哟。好嘞，好嘞，好嘞，我让办处理一下噻。点点啦。十四家蛋糕，当等一堆牌的，下等，也是犹太人的王。那些犹太应该往过去救一家。救施主嘛，救你自家，老爱到啊！你唔惊上帝吗？耶稣刑罚党是不是个？
你们嘿，总会寂寞做嘛个坏事？做梦在那个事，耶稣，你记得爱？我答应。前半年我同我穷下，出老远多。当主的时节，日头莫光，天乌天暗，出到下主头三点钟。在新天度的布料也捏做两三，阿爸，我将莲花搞成五个树种，有一个军官看到烈士的经过，就凶赞上帝讲：“荣耀归上帝，两个人实在是恩人哦。”阿里马太上的约瑟是义父的义爷，做人良善又正直，太家揭苗老所做的，他并无参加。他得到比拉多的许可，将耶稣的遗体并在撒别畜生的坟墓度。两位先生，我等爱留在主的身边。你也冇问题，仲系安息日会开始咯，积极进去。礼拜日大早，接到富人家带点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他就发现石头已经被人对墓门撒开，就行一批，总系无看到主耶稣的遗体。你都用办在死人中请丧人呢，因为垂钓鱼已经复活了，
我记得以蔡家里的事是对五人讲过，人子一听为本人告蔡翠人的诉状，当时蔡十四家当行第三日以外复发。他晓得不用晒开，我得入去，做个身体唔健脱嘞，惨！啊，做个身体唔健脱哩啊！有两个天使出现，三枪一头，按样发光，对外头讲，你得样扮彩信人中，情商人啊，正经啦、啊，正经有样，莫骗你的哦。那你有看到你就自己看父母会空的就不见得记得你要相信他的耶稣对两个学生显现，佢就转去留其他人讲：主正经复发嘞，又对西门显现。我都认唔出佢，唔知佢系耶稣。你白病嘅事，我点张皮？可以吗？唔是，佢用起个位。念头平安。你的做乜个暗想呢？用班心肝衣服呢？看，那个树老脚，面爱看呢。你的手底确实很爱摩擦，粉胖磨肉也磨骨，你都看爱两样去油。也就会爱头白痛到穷哈死，让到讲个。摩西个法律先帝个书诗篇所下关黑爱个一天了实现，照圣经所讲，基督爱受害，第三日对死人重复发，你都要去封建个名为悔改，拿撒出个土地对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万邦万国，你都系阿个见证人，我要将阿爸所引起个情史书本的。你要在上度等，吃多给对党国那个能力讲你。上帝祝福保守你的天堂了，世间所有的天边已经数不爱了，所以你的去同世间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老基督行世里，高基督遵行一切我所命令你的给看啊，我为此同的穷哈都世界的满年阿门。当有以前，先帝记得就在历史书当中下讲，神的使下泥水鸭来拯救村民，本记得老神复活。耶稣的一生清楚显示出，佢确实系神应许爱世本嘅世界嘅救世主。
先帝以赛亚写讲，必有同恩，有神降旨，事情真的就按样发生呢。神家的几个天人，本玛利亚有神降下耶稣，就像圣经当中记载，他出生的神家是神一个真少，表明一个声音呢，就是以赛亚，是神所称的几个来的。当人看到耶稣，就看到神的形象老强呢。第一次人三面几条的嘴，还有一些人他给永恒的国土地方有分。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全人类神书刑罚，杀下来复活，彰显出自己的强呢，太过死的强势。耶稣也为尼赛亚讲：“我要强兵杀我的命，没有强兵起转来。”耶稣的一生就将先帝记录所写有关尼赛亚的一生。没不错，耶稣就是神的托，这等耶稣神向全世界人类显明其七格。主耶稣七格没讲天体爱飞特，我的话啥做不得飞特。起初神创造男人老五人，本记得做得快乐的神派在神的面前，不过记得不相信神离开记的话，一种可耻的行为本记得老神分离。圣经说死人都发霉吹，还有吹的公家乃是死，发霉吹的人是做不得神派在神的面前。就像神准备在供养推替阿伯拉罕的那些书信，神要使下耶稣比亚当的后代来死，第二样做，让本该就相信耶稣的人，做得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彼得讲，众神的所讲的就是耶稣，凡相信他的人，上帝一定赦免他的罪。故说，只要跟随耶稣的人，就做得脱脱天主的刑罚，老神永远降下。耶稣对死里被复活以后，留跟随己的人讲：人爱封危的命，传悔改，杀罪的托，对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万邦。耶稣没讲，第二次下圣灵，留跟随己的人同差，因同人明白真理，使本人力量去遵行神的托。当他分未出的五年悔改，行到跟随耶稣的世界，耶稣对他讲。你的罪赦免呢，因为你相信爱，故说你得救的。耶稣说，当你真正相信神的世界，就说明呢，你的罪已经被赦免呢。给十字架当中的罪犯相信耶稣，还要求耶稣救他的世界。耶稣说，今晚你要留爱向下台落言地拜的。凡今天要跟随耶稣的人，做得用下辈的祈祷来恢复老神亲密美好的关系。天父，你是公义的，什么你爱爱爱真的很艰苦，因为违背了你的命令，犯罪得罪你，什么你使下耶稣代替爱，是要在十字架当中又为爱对死里的复活，什么你本意为爱所犯的罪赎刑罚，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老我的主。神蒙你赦免了我的罪，为我开路，让我做得同你的国土地位永远老你同在。我求你将圣灵赐给我，指示我行下同你的道路上，赐给我力量全心爱你，发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念全体都赞美你的生命，阿们。耶稣讲到跟随己的人，他说我的羊的第二个声音，我认识基督，基督要跟从我。跟随耶稣留爱己的人，都持续向下念读圣经，每日向耶稣祈祷，学习己的榜样，行下向伊传讲。耶稣施下圣灵保庇时，带领基督坚固基督。基督记得耶稣在升天飞到宝座的时节，是留下印记。
天皇天下所有的权柄都死不爱的。故说你的爱一本万民做爱的门徒，爱就不是老你的统裁，一直到世界的满年。